家长林肯天机父亲山居图刘华拍 cult 片小心咔嚓未做影帝的刘德华什么类型的戏都会拍不要说他烂波这些叫敬业做了影帝的他只是选好戏拍天机父亲山居图再看剧本都知道难搞的了全身咳嗽好像万花筒这样的元素再配合陈旧夺宝桥段风马牛不相及刘华肯接一定有苦衷的剧情跳来跳去基本起承转合都未搞定啊竟然学人玩技巧多到好像宣传意感的植入式广告就吓到你晕麒麟的角色就只是识换衫刘华根本无从发挥影帝一身武功都无用武之地了风格上古今中西乜都有斯斯叔叔跳来跳去观众冇可能投入睇完呢套戏喊都无谓呀唯有安慰真金白银买飞入场嘅自己一句刘华红咗都拍 cult 片真係有心啦影评人敬王就俾两个 like